不能随便进人家不知道人的家，好吧，算你有点礼貌。哎，小智障。Donosaki Nemuki Dodi， 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反正讲话跟智障一样，应该看不懂，懒得看。Taru。好低沉哦！我记得上一代会有不同的塔路，哎，这代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塔路，我也觉得这种在本子里的剧情，没事。哦，好大的毛！比我们床上的还大呢。哦，也可以看到战斗装备，船之名的铃铛、棉衣，海之名的哈 charm， 这不是徽章吗？这是什么护身符？可是你拿的不是棒子吗？好，我在开地图，好爽哦！不能进不知道的人家里。哦，没有，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嘛，对不对？啊，接着水源，可以去看水源。哦，水源在这儿，哎，可以采东西了，来采个水仙，可以洗个澡。我觉得这代的色泽确实有比那个有比那个艾斯卡跟罗吉更好一点，因为艾斯卡跟罗吉的时候有一点太对比太强烈了，这一代又把又调又稍微柔和一点，又没有像之前那么对比那么强烈。安安早啊，日正太，然后哎小狗哎好可爱，哇！小女孩，看来是个妈妈被撞死的节奏。哦哦，这个姐姐不错，这个姐姐不错啊，有绝对领域啊，然后还有一个哦，还露背，哇哇哇哇哇，这个年头不简单，连卖个水果都要露背装，哇，大姐，有必要这么拼吗？店里的女性，之前沙龙的事情，食材都没了。哇，这个也是，这也露腰啊！你们这里是很热是吧？全部穿的一个比一个少。喂，大小姐，入境随俗一下。Hello。Hello。安安 12659169933。塔路好没劲哦，那我们女主角不热吗？你穿这么多哎，你不觉得夏莉穿的有点太多了吗？小奸商，哎，这不是那个工作人员，他们也来啦。不然我觉得八人是同一个模组吧，我觉得这集又做得超棒的。哦，对，真的耶，他说他们跟索尔一起来的。从 Go to Set， 所以真的是，这真的是那个艾斯卡那一代那两个，这个有黑丝袜哈斯哈斯的那个工作人员姐姐，他们两个真的是一起来的。男的就随便了，你来不来谁管我，管你、啊。我刚才讲说是不是同模组，就真的是一起来的。他们是情侣吗？我是不记得有这样讲的、啊。原来如此，你们村子也开始缺水了。原来隔了一天就可以讲了。嗯，想说来看这肯多水斯蒂拉特，一
定有什么可以拯救村子的方法，所以才来的呢。急救方法可能没有，同个模组可能是不同人啊，但是这样就是同个人了。事情我知道了。但是太可惜了，大小姐，你搞错对象了。啊？確かにこの町は今んとこ砂漠のオアシス。确实啊，这个镇上有绿洲，有很多人从别的地方搬过来。那什么意思呢？この町でも水枯れは始まってるってこと。ことが大きくなる前にどうにかしようと動いて。其实啊，这个镇上也开始缺水了呢。不过想要在事情变严重之前解想办法。てめえの尻に火がついた状態で他人に力を貸してくれようなんてやつはこの町にはいねえよ。对啊，我们现在并不是有闲情啊，可以帮助你们的时候了。对啊，我这就要把人家城镇毁了，还好意思来跟人家讲东西。呀，你是说哪一队？你是说艾斯卡跟罗吉吗？艾斯卡跟罗吉没来啊。艾斯卡跟罗吉没有来啊，我说的是他们两个跟索尔啊，对啊。哎，艾迪森，各位啊，没关系啦，慢慢来，就是你有空你弄好再出资，我觉得不急啊，没有关系，不急的、啊，对啊。就是如果我们心有余力，有空再弄吧，对啊，不急不急，好、哦，没关系。怎么会？村子的事情确实太难了。你们的村子，哎，我真的讲一句话，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剧情很扯吗？真的，他把人家城镇撞掉快一半。然后完全不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扯了，好吗？哦，你想想看，我玩个尾行三，我跟人家多，我跟在后面多走两步都会被发现，被送警察局，是吧？啊、哦，你们的村子确实很糟呢，但是啊，我们现在镇上也没好到哪去，那首先要救救我们街上的人才行。还谁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哦，公务员，他们两个没有告白，有吗？我忘了，我真的忘了。村子的大家，我要跟他们说什么呢？你先跟这边的人说些什么吧，跟你们村子。ただ助けてくれと言えば、助けてもらえるとは思わねえことだ。それじゃ、誰も相手にするわけがねえ。你单只叫人家帮你啊，这样是没什么用的吧？この町の状況は分かった。あんたの言い分も理解する。随分な言い方じゃないか。我知道这个镇上的状况，我也知道你，我也知道你们所说，但是你这样说会不会太过分了呢？砍他们好嚣张哦，我好想把他们砍成肉酱了，怎么办？そこで提案なんです。この町のために働いてみませんか。那这样吧，我有个提案，你们为了镇上来工作吧。哎，LF 安安。あなた方が町の役に立つならば、町もあなた方に力を貸すでしょう。你来帮我们镇上帮点忙，那我们镇上也会帮你们。真的吗？在協組合の精神は。对啊，先打随从啊，黑长直不要打好吗？それは一種の契約ですから、不履行はありえません。看我真的常把那个人把那个长脚人剁，你看他头上是不是长根脚？你们自己看，他就常长一根直直的。他的最后绝招大概就是整个人那个旋转冲刺吧，那个。旋转冲刺刺激啊，这就是我们互助合作一种契约。契約束で不履行はありえないだと。口头契约，蠢死了。我做，不管什么我都做。所以，大小姐，你要说这种话真的好吗？我们看过很多，我们可是知道接下来会发展怎么发展的哦。你看看，当年托托利跟他姐姐两个为了要出航，没有钱买船，结果就好，不是重要。夏利，ではこれで決定で構いません。这是小兰的哥哥，失散多年的哥哥，这样决定无所谓，可以吧？拉乌拉组长，来，欢迎来到斯蒂拉特，夏利大小姐。現在このステラードでは。现在啊，史蒂拉特是由裁鞋组合和商会负责这个街上的市场，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事情。本你们这些人哦，啊、商会呢负责管理自己的水源，
是实际上的支配阶级。那么相对的是，我们裁协组合自治组织。正式に認められた団体ではないのか。ますます怪しいな。都托里好可爱，不要这样好吗？啊，所以不是什么正式的团体喽，越来越可疑了。干你们才可疑吧？この町は金持ち連中だけじゃなく、貧しい連中や荒くれどもたくさん。这个镇上啊，并不是都是有钱的，也有很多没钱的人。町のルールを決めて面倒ごとを解決。所以说呢，啊，来决定镇上的规则，来解决麻烦事，然后就是说让大家住的比较轻松，就是我们的目的了。L boy， 也是开巴 boy， Yuki boy， 啊，让谁都能住，能住轻松住的街。組合と中央は互助関係にあります。だからこそ、顺道一提啊，组合跟中央是互助关系的，所以才把我派过来。どうして中央は紹介ではなく非正規の組合と？为什么中央不找商会，而是找非正规的组合呢？紹介は中央の影響力を恐れて。因为商会对中哦，所以刚刚那个老头跟林卡应该就是商会的人喽。这个所以等于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类似那种比较像是贵族的组织吧，就是商会，就是比较像那种贵族有统治力的。然后这个财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靠拳头吃饭的。对，他们中央就很害怕商会哪一天那会把他们支部的影响力给夺走。まあ、そのあたりいろいろと誤解があるのです。啊，也有很多误会。我々のような派遣役人はさほど権力はありませんし。那不过我们这些派遣工作人员没什么权利，只是来有一些重大事情要完成。使命というのは、使命是各地にある调查各地文明的遺物啊，也就是黄昏的调查研究。啊，官商勾结。黄昏的调查。問題はあんたの村だけのことじゃないって言った。可不是只有你们村子的问题有问题哦，小姐啊！这个世界全部啊，都被黄昏给吞噬了呢。小姐，你的村子，当然这个蒂拉特也不例外喽。ステラードは非常に興味深い土地なのです。この町を調査しながら、史蒂拉特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只要调查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什么呢？这就是中央派遣我来这里的理由。对啊，山鬼也是这样的意思，差不多。对啊，就很多游戏都会这种设定啦，因为很多古代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了啊要守护这个史蒂拉特，就是要做些什么，所以呢我们才跟中央合作。黄昏的原因知道了吗？啊，刚刚他不就讲了，他不知道你还问，就讲啊，小妹妹。有点对啊，有点其实应该是比较有一点讽刺啦，对啊，就是有一点也不是讽刺，就是有一点那种意思，对啊，就是我知道大小姐的意思，对啊，那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调查这附近的环境，那你们就来帮忙吧。你确定要叫我们帮忙吗？你叫他们多帮个几下，这个外面的野生动物都死光了吧？可是我们在这里的话，要是在这个时间，村子们……あんたらならきっといい仕事をしてくれる。故郷の危機を抱えてるプレッシャーもあるだろうからな。我知道你们呐、啊，就是有一种压力，就是故乡危机的压力。人の弱みにつけ込むのが組合とやらのやり方なのか。啊，这抓人家弱点啊！来，这是你们的做法吗？喂，我超想把这个角头人宰了！他讲话真的好鸡巴哦！他说抓人家的弱点就是你们的做法吗？我才没有抓你们的弱点呢！不如说我们是互助合作吧？哎 ，Max 三安。あんたらがいい仕事をすれば、この町の全力を挙げてあんたらの村を援助。就是说，你帮我们，我们也帮你呀、啊。忘れるなよ。忘了这件事吧。調査と一言で言っても、慣れない土地を歩き回るのは大変でしょう。虽然调查，不过啊是要虽然说是调查，不过要在你们不认识的土地上啊，也不是轻松的事呢。というわけで、あんたらのために助っ人を手配した。入っていいぞ。所以说呢啊，我找了个人来帮你们，进来吧。对啊，谁呀、啊？谁呀、啊？哦，彼此不意外。どうも。你好，我是助拳人。ユリエ様。
音乐还不错，还蛮好玩的。我真的觉得他炸人家房子，把人家撵了一堆，然后还敢跟你讲话，真的不错了。对啊，真的好呛。我觉得应该每个玩的人都会受不了吧。尤利耶，居然是你呀、啊！你好。尤利耶成为了伙伴了，可以快速移动了，还可以看这个妹子。啊，你看这个妹子，啊，你看这个大腿。你看这个小热裤，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马尾，看，你看，你不觉得这时候，你不觉得我们那个夏莉的表情说比我小，哼哼，你看，你不觉得脸很不屑吗？你看，比我小呢，哼哼，而且有人比我还小呢，哼哼，是吗？他真的比你小吗？转侧面看一下，哎，你不要转头啊，转半个身体好吗？哦哦、好像还是差大一点，我们输了。啊，就是啊，他说这次的依赖，我完成的报酬是423块，你是绿毛的80倍啊，所以绿毛必须要摆432个垃圾才有这样的钱。谢啦啊！哎，这不是那个大姐吗？干，过不去，一车。反正先。平乳错了吗？爱猫也很平啊。他们就是 Hunter 底下的组长的人。要走了吗？走吧。你是新人吗？就是那个传说的那个船上的小姐小妹妹，她捡了423个垃圾啊，真是水之间呢。对哦，仔细想想，搞不好她是捡了423个垃圾呢。你看人家这么认真，绿毛加油啊！哎，小姐，你不是刚刚才在里面，你什么时候瞬移的？闪人，要去哪里？上去应该就会有剧情了吧？看一下还有什么战斗技能哦，还是双刀，让我想到了那个艾斯提。烟雾弹，看不到的一击，强打击，爆碎击，爆碎炮。你不要，你可不可以不要不是打就是爆就是碎啊？你的武器连一把枪都没有，我们要去哪里啊？为什么这个猎人妹子怎么到处出现？她到底有什么毛病？那飞也是平乳啊！一般五口角色都是平乳比较多啊。尤利也想啊，就说拜托你喽。嗯。不过为什么会是你呀？あなたたちと一緒に行動することで。私にもメリットが。メリット什么意思啊？不知道。相互扶助。这跟我们一起。お前は何か企んでいるのか。Riba啊，你铁定在企图着什么，对吧？フォルテス兄様、そうやって人を疑ってばかりじゃダメよ。フォルテス哥哥，你可不可以这样老怀疑别人呢？你的技术没有退步吧？あなたに航海術を教你航海术的人可是我呢？そうだったね。是吗？那么能够平安无事到史蒂拉特，多亏了尤利亚呢。看，我都不知道这个夏莉到底是很会做人还是很不会做人。为什么这种时候讲话就那么好听，然后刚刚在那边讲话就那么靠背？还是他只是单纯的很 KY 而已呢？岛の本人は帰れなくなってたけどな。啊。別に帰れなくなって。可是你本人不想回呢？我没有不回啊。岛だか。そういえばミルカはどうした？对，话说回来，米鲁卡怎么样了呢？调查遗迹，那家伙很高兴吧？他不来。哦，对了，话说回来，听说他去中央留学了呢。不，他已经回这个镇上了。那为什么
ミルカさん？誰ですか？ミルカ是谁呢？其实还蛮有可能，当然看不起非我族嘞，你们都是狗。妹よ。妹妹。哈？ユリエさんの妹なら。放屁！米露卡是你妹，头发颜色都不一样啊！尤里亚的妹妹，那一定很可爱呢。いいえ、ものすごく可愛いわ。可爱哦，超可爱的。行き先は北条の海だ。調査の準備を始めよう。啊，夏莉，我们先去丰饶之海吧，先准备调查喽。因为看到你好像很好笑，不过我还没看。嗯，知道了，格鲁蒂斯哥哥。我这一季看 P4G4A 我就笑到快不行了。对啊，我光看这一次的那个，真的我就笑到快抽筋了。那个女神异闻录四啊，黄金版的动画版，我就真的超好笑的。哦，这个也不错啊，这妹子也不错啊。哇，这些妹子都好棒哦，我觉得这些 NPC 妹子都很棒啊。尤其看到第一集番长在那边用那个刹那五月雨集，我就快笑到不行了。那番长真的是超有犹豫的，超犹豫啊，还在那跟人家握手。第三轮的番长果然根本就威猛。对啊，第三轮的番长，要不去存个档吧，好久没存档了。对啊，番长表示。我都玩三轮了，让我威一下吧。大家演奇君，对啊，我有看一点片段，真的好像蛮好笑的。漫画 啊，我今天好像看一个漫画，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叫什么啊？什么？原来你的便当是什么的？我有点忘了，也是一个男主角养一个小萝莉的故事。什么什么？原来你的便当是什么？有点忘了。有动画是最近新番。没有，番长表示我还没有进入剧情，我还没有合成书可以拿。先让我用那个练到满的那个顶着先。どこに向かうの？去哪呢？一丁やってやるか。上吧。上你个毛。これ初めて見るな。この植物は何に使える？话说回来，他在战斗的时候就可以射出光线，那为什么你在打怪的时候不能直接射光线呢？马足以水，难喝的水，还是水啊！吃我的棍子啦！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P4A 是 P4A 算是那个照着剧情跑，然后 P4G 就是主角已经练满一轮，然后回收特殊事件专用的。哦 ，P4G 是黄金版，如果你要玩游戏玩 P4G 就好了。你刚问动画。如果你是要玩游戏玩 P4G 就好了，是黄金版，直接玩黄金版就可以了。爆碎集有多一个角色，然后多一个结局后日谈。哦，烟雾弹。哇、哦，好猛哦 ！Bust 干嘛？为什么开 Bust 还被打？为什么会发光呢？到底拿到什么东西？吃我的棒棒啦！哦，好玩 ！P4G 我一玩也是玩了100个小时，超好玩。水姐，我推荐你一定要玩，而且又有中文版，玩起来很轻松。P4G 真的超好玩的。等一下，我刚没看清楚鼻子怎么攻击的，我要再看一次。
我要再看一下鼻子刚刚是怎么攻击的。你为什么要跳一圈回来？你不累吗？你为什么砍完之后还要后空翻呢？那我觉得这个夏莉的必杀技大概是放魔炮了吧。油断してるな。先制するぞ。哦，大小姐吧，不是讲错，大小姐不是水姐。哎，讲话主要是大脑不太好。吃我的炸弹呐！止めて攻撃です。嘣！打不到，先打这鸟。行くわよ。行くぞ。我真的觉得 PvP 就很好玩，理论上有那个有 PSV 的人都应该买一片来玩。嘛，当然还是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的。那就变成那合体之后就是大水姐了。那只好改人家说大水姐。任务完了呢。我灌光沙炮。看，不要这样。魔光钢沙炮有两百倍的伤害，很猛好吗？记满的魔光钢沙炮超猛好吗？这两百倍伤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 噔。哎，这代地图慢慢开了哈。我记得上一代我就靠我记得上一代我就靠北过，根本一开场就地图全开嘛。然后这一代地图就是你要一面走才一面开，好很多了。这小小妖怪，小妖怪鸟。どうかしら。ボスが。ボスが。どうかしら。任務完了ね。私も成長したみたいです。我是不是快没血了？目標に近づいたな。一通り見てもらったな。总算是绕了一圈日本神明，好像有一点哦。对啊，就是后面那个日本那个节啊，对，日本有那种就是传统那个打节。どうしたし怎么了，夏莉？世界にこんなところがあるなんて。世界还有这种地方呢。世界は広いの。还好啦，反正走一走就有路啦。我其实一直觉得 RPG， 如果你走到一个新地方，然后地图就全开，真的很奇怪。就我自己是觉得不太习惯，还是觉得一面走一面开会比较好。世界很宽广，还有各种的谜呢。等等呢，夏莉，没事吧？会习惯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讲什么奇怪的对话。ユリエさんも？ユリエ是吗？有之后就会明白了啊，就是说遇到超越想象那些东西，就是慢慢就是这样的啊。你用的炼金术也是一样的哦。調査と錬金術がどう関係してるの？調查跟炼金术有什么关系？錬金術には想像を超えたものを生み出す力がある。这什么东西啊，太姐？这什么鬼啦，大水姐哦，水大姐。炼金术是超越想象的力量。总有一天，那你会发现的，会发现那个力量的价值啊！但是别怕呢。真的是他妹哦，那只米露卡。哇，没有炼金术的才能啊！不过我看到有同样力量的妹妹，我就知道了。超越想象的力量是吗？尤里。回去吧。啊，洛尔在等我们呢。喂，你们根本出来没逛两圈就回去了吧？打了两只鸟就要回去了。现在反正没日期嘛，继续逛，继续踩东西，呵呵，好爽。何かの役に立ちそうね。拾えるものは拾っ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わ。